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那个，你受伤了吧？你过来帮帮我，帮我扶着。慢点，慢点。松手啊！ 阿文，咱们走。你叫什么？叫我阿离就行了。阿离，离别的离。这名字有意思。你救了我们家小少爷，我会记住你的。 李仔，你这小子也够猛的吧？不要命了？嗨，什么不要命啊？总不见得看上这孩子被压死吧？是吧？哎，阿离啊，你知道你刚才救的那个小孩是谁吗？我上哪知道去？你救的那个小孩啊，他是这里的大老板海龙堂堂主，海老大的独生子啊。对啊，是吧？这码头都是海爷的，海老大可是广州城里最大的堂口的堂主。李仔。 你小子这回可就发了，是，这次发了你，发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对了，刚才那女的谁啊？她你都不认识啊？她是海老大的四妹，江湖人称四姑娘。对啊，四姑娘，这码头就是她替海老大打理的。哎，这也不能怪李仔，他在这段时间啊，四姑娘一直没露面，所以他不认识。哎，李仔，你知道吗？ 四姑娘为人可仗义了，在广州城啊，她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难怪呢，我看这女孩真给我生猛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都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来，干活啊！干活，来，抓紧干活，抓紧干活，抓紧干活，来。李仔，你受伤吗？没事，小事儿。兄弟，好样的啊！等着领赏。来干活了啊！来，注意安全啊！ 你不要到马场上去，他多危险！我带阿文去的啊，整天就知道让他读书，都快成书呆子了。你看看，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，出去走走看看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说四妹啊，就是你把他惯坏了，玩差点玩死。死了吗？死了就晚了。懒得理你。你给我坐着，我有话没说完。有话说。 有屁放！你笑，你笑什么？去，赶出去！你坐呀你！四妹啊，你看看，整天就是咋咋呼呼的，什么脏话都能从你口里说出来，这不就像个假小子一样吗？你说。 以后谁敢娶你啊？这事还真不劳你操心，不是没人敢娶我，是没我四姑娘看上眼的。我要是看上了，她不娶我都不行。哼，行，你牛，你霸道，以后啊，我就叫你大老红啊。红啊！哈哈，不说这个。姊妹，你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？ 要说今天的事儿啊，还真有点蹊跷。我怎么觉得是冲着咱们家阿文来的呢？你就是说有人动了手脚，要害咱们家阿文？这事儿不好说，反正我觉得事儿没那么简单。给我查，派人给我查，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出。敢跟我海老大作对，他们早死。不用你吩咐，我早吩咐下去了。
别让我知道是谁，要让我查出来了，我非一刀把他剁成肉酱。你看你看又来了，一天到晚就懂得打打杀杀的，你有点女人样子好吗？你怎么就知道说我呢？当初不是你让我习武闯荡江湖的吗？啊，怎么海龙桃在广州半壁江山是我抡刀砍出来的，这点你认不认吧？我认我认，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大佬呢？哼，也就是因为你是我亲大哥，要不然啊，这海龙堂堂主的位置应该是我的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你是越说越不像话了，都是碗挂坏。对了，你说今天有个人在码头上救了咱家阿文。对呀、啊、哥，这个人呢叫阿离，眼看着嘛阿文就要遇险了，他突然冲出来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阿文。说实话，这么不要命的，我四姑娘都是第一回见。阿离，嗯，是什么样人呢？长得白白净净、斯斯文文的，真黑龙贼。像他这种人呢，根本不像是在码头干搬运工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为什么会在咱们码头上干苦活呢？码头这个地方，龙蛇混杂。许多外地来的江湖义士能人，因为各种原因藏身于此，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嗯，你这么说呀，他的口音还真不是本地人。你说这个人他会不会？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毕竟他救了咱们家阿文。怎么样？明天请着阿离到府上来，我海老大要好好的谢谢人家。没问题。小子，破坏老子好事，今天要杀了你！离，离别的离。我收拾你啊！对不起，四姑娘，我今天腰不大好。行，扛完这包回去歇着吧，养好了再来。好的，谢谢四姑娘，谢谢四姑娘。四姑娘子，嗯，四姑娘伤好点了吧？
这点伤小意思。嘿，叫你呢。 整脸不让人看的，我就看了，怎么了？别动手动脚的啊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懂啊？不懂，我就动你，你怎么着了？行了，别闹，走吧。走哪儿去啊？既然海爷想亲自感谢我，肯定去海府了。带路。哈，神了。 佩服，请。何总裁，我叫陈海龙，是海龙堂堂主，多谢你救了我儿子阿文。海爷，当时小少爷有难的时候，我正好在身边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没什么可谢的。 贪功不自傲，性情中人呐。洪总裁，请坐。请。严惨，谢谢。凤凰单丛。 侯松仔，你也懂茶啊？略知一二。<笑>四位啊，你看看人家侯松仔，多么文静，多么有涵养，不像你喝茶的样子，浪费我的好茶。你说他烧上我干嘛呀？我口渴了，我就想那么喝，怎么了？哼。侯松仔，我听说你叫阿离，但不知道你姓什么，哪里来啊？ 阿离就行了，至于姓什么、从哪儿来，您还是别过问了。江湖人嘛，没人都有自己的身世和经历。既然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了。不过，我不管你有什么隐衷，既然你来到了广州，来到了我地头草生活，而且还救了我的儿子阿文，你就是我陈海龙的大恩人。 我一定好好的谢你。小小薄礼，略表谢意，请笑纳。海爷，您能让我在您的地盘上讨口饭吃，阿离已经感激不尽了。俗话说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跟小少爷也是有缘，我就当为我自己的来生。 积分应得吧，侯松仔，你不想打开这个箱子，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这盒子里面无非是些金银财宝之类的身外之物啊。说实话，这些东西不如阿离的眼。阿离先生谈吐优雅，气概不凡呐。倒是我陈海龙以金银相争，实在是太小看了先生了。 看来是我俗了，海爷，在您面前我是晚辈，先生二字真的不敢当，您叫我李仔就行了。<笑>痛快，痛快，痛快！今天我陈海龙能与你这样的年轻才俊相识，是我的福气啊。不过，按照你的谈吐和修为和才情，只是在码头货仓做一个搬运工，实在是太委屈你了。我看得出。 你是个做大事的人，怎么样？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海龙堂过来帮我？感谢海爷的赏识，不过人各有志嘛。我现在只想在码头做些粗活，过些清淡的日子，还请海爷谅解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？你知道在广东有多少后生仔想加入我们海龙堂？
只要入了我们海龙堂，那就是一步登天，你可以横着走。四姑娘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横着走的应该是螃蟹吧？你，四妹啊，阿丽啊，我这个妹妹就是这么粗鲁，别理她。哎，喝茶。其实四姑娘是女中豪杰，她还救了我的命呢，阿丽对她是钦佩有加。行，算你有良心。阿燕，四姑娘，茶我也喝了，人我也见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码头工作了，告辞。吃完饭再走吧。来日方长吧，今天不打扰您了。好吧，我也不强留你了，不过一定要找一天，我好好请你喝一顿，一定奉陪。对了，阿燕，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有三个蒙面人想要杀我。谁这么的大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我听那个领头的说，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儿。我想这件事儿应该跟小少爷遇害有关。这是我从他们手上夺下的兵器，您看一眼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。还请留步。告辞。慢走。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这个阿离啊，不是等闲之辈，奇人呐、啊！大哥，你看，日本人，这帮日本兔崽子，竟狗胆包天，敢杀我的儿子！在广东，我们海龙堂和日本人从来都是势不两立的，我们杀了许多为非作歹的日本人。想必他们是伺机报复。四妹啊，我是净门弟子。想当年日本人害死了霍元甲师父，他们就是我们净武弟子的仇人。我创立海龙堂的宗旨，也就是弘扬净武精神，向这帮日本浪人报仇。唉，可如今这帮日本浪人在广州的势力是越来越大，人呢是越来越多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将他们赶尽杀绝。我本想先忍一忍，然后再找机会跟他们算账，可他们现在竟然够胆杀我的儿子，哼，我不能再忍了。四妹，马上召集堂中所有弟子挑了日本道场。太好了，大哥，弟兄都等着这一天呢，你坐镇，我杀出去。就这么决定，给我杀。四妹，你受伤了？那帮小日本想伤我，门都没有！这身上的血啊，全杀日本人溅的。战况如何？痛快，痛快呀！兄弟们，痛快吗？痛快。
我数了数，至少砍死砍伤他们20多人呢。只可惜啊，让龟田那小子跑了。龟田这家伙啊，带着日本人在广州是作恶多端。我早想杀了他，只可惜啊，几次都让他逃走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他还在广州，总有一天我会要他的命。对，我们兄弟有什么伤亡？海燕，兄弟们伤了6个，死了2个。厚葬四舍，重金抚恤。让受伤的兄弟好好休养。是，海燕，我这就去办。辛苦了啊，兄弟们辛苦了。是，司令长。好酒好菜，犒劳兄弟们。好嘞，谢谢司令长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走。司令长，跟我兄弟们加强防备，小心小日本反扑。怕什么？我还怕他们不来呢，就怕他们没这个胆儿。日本人吃这么大亏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嘿，你他。好在陈吉当。